今天呢是我们整个因应交通部在推动这个自行车旅游，也是多元自行车路线哈。那我们继这个520之那一天呢，骑乘这个安平到国政灯塔的这第一场活动呢，今天是我们云嘉南管理处办理我们整个多元自行车路线呢的第二场的大型活动。那我们特别推荐呢，今天是把这个我们北门游客中心，大家跟我们七股游客中心把它串起来，然后一路上呢，再用这个33线的这个多元自行车路线骑到这个国政灯塔。我想在整个台南地区呢，有两个多元自行车路线呢，是我们极力推动这个游客来到我们台南辖区的这个部分呢，能够从事的漫游慢行的这样一个自行车旅游。那我们今天的活动比520呢再多个10公里，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呢，除了我们的游客中心的资源之外呢，其实就是希望介绍游客能够到我们整个比如说弯道金仔角去走一走，弯道我们的泰安宫、新安宫的这个社区呢去走一走之外呢，然后将军呢，刚好我们也在刚好是在中继点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七股游客中心呢，也为了我们整个云嘉南的观光圈的这个产业呢，推动了一个叫做观光圈的这个快闪市集在那边，希望游客到那边稍作停留，欣赏一下我们的烟田的这样一个产业风光之外呢，也能够就近呢还可以去我们的江津渔港、将军的这个马沙沟的这个地区呢，来去做一些旅游。反正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目的不是让各位游客呢从30几公里的这个地方呢一路就把它骑完了那我们所推动的是多元自行车漫游的这个旅行，希望把这个游客呢带上我们的社区，带上我们非常漂亮的这个有关湿地的这个生态，也今天也结合国家公园呢进到这个国家公园的辖区的这个边缘呢，也可以看一下国家公园整个在这方面对生态解说这样一个资料。那国政灯塔的终点呢，其实现在呢，它就位在沙丘的这个里面，所以呢，是一个台南地区极西点的这样一个秘境。那我们因为它是极西灯塔嘛，所以我们今天就用极西收集希望。那我们在七股游客中心呢，有提供我们的这个明信片游客到那边可以去取用之后呢，把它写好你的心愿，把它寄给谁，那我们会在国政灯塔的那个地方设置了一个复古性的这个油桶呢，让各位能够投递下去，那是真的可以投递的我们会跟邮政总局合作呢，台南邮政公司合作呢，这个部分呢会把它寄出去让各位呢能够收到这样的收集希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旅游记忆那国政灯塔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灯塔，它位在沙丘，所以呢，在整个这个国家公园范围之内的这个沙丘呢，不妨到那边之后呢，稍作停留。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沙丘正漂亮的时候也现在呢，也已经冬候的这个夏季的这个候鸟呢，也已经来到我们这个云嘉南地区。希望这一趟呢，让游客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自行车旅游的。那交通部观光局这里呢，我们推动的是自行车的多元路线总共56条多元路线从海边的滨海行那今天就是剩滨海行过来沿着河往上走就是河岸行去到西拉雅还叫做田园行过来往山上走叫做环山行再去里的叫高山行我们6月3号办世界自行车日在金门跨这个金门大桥绕小金门被霸的人去骑那就叫离岛行总共有6大类2023极点伴侣极西沿途必拜的希望骑驴好了来主持人待会会一起带领着大家一起喊赞准备好了吗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2023极西